行啊，反正一样都一样危险，那不是一样，就这样吧。总之，跟我们一起行动吧。难得我们要找到雷云大人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剧情不要发展这么快吗？我的，又一讲，糟了，这种出血量，伤已经停了，伤已经没流血了。これでわかった，你这样懂了吧？私はもう化け物なのよ，我已经是怪物了。目の前で大切な人が死んでも自殺はできないの。就算已经有太多人死去了，自杀也做不到。所以说，要我跟你们一起走，这样也……隔壁的房间有个天花板可以掉下机关的，可以去那，你去过了吧？もし，如果说。下一次我再变得奇怪的话，你就把我关在里面，然后按下那个按钮，让天花板掉下来吧。再怎么样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也会死吧。如果说这样你们愿意答应的话，我这样子就愿意跟你们走。说什么蠢话，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为了帮你才到这的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你呢？拜托你，伊库米酱。我能拜托的人，那、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了。哎呀，不要，不行！你是我的亲友，我，古米酱，你真的很担心我，谢谢。我也很喜欢你这一点，所以我才想拜托你的，求求你答应我，古米酱。啊，菜刀应该没有用，他应该可以直接投影出来吧。可是你看我的头都变得这么大了，而且还死不了，我杀了人啊也死不了，我已经这么大了。哇嘎达哇，我知道了。でもこんな条件意味ないよ，但是这种条件是没意义的。だって因为啊，在下一次小维的诅咒出现之前，我们一定会到达雷云大人的那边的。库米酱，这里的南京所的钥匙给你吧，得到了南京定义。哦，应该是关他的。哦，这是那个应该是那个手铐，应该是手铐，把它关起来丢进去。如果说被诅咒的我说了什么，那一定是假的，不是认真的。好啦，我们别说这种话了，走吧，来恢复我们原本美妙的日常吧。可是他家人全挂了，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恢复到他平常日常了吧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哦，他还是有他的那个双马尾火箭炮。把你的双马尾拆掉，搞不好是影响到最终结局呢。对啊 ，HP 比较低啊。英文，仙代你能读吗？英文不擅长。啊嘞，书中夹什么？纸片。哦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假设悲怆家之中真的有人有强烈的意思想要靠对抗蝶神，那么也是为了获得雷云大人的力量。那的为了以防万一，那我在离开这个家之前，我来留下有关雷云大人和蝶神相关的情报。啊，蝶神害怕的是雷云大人的力、心、身分成了三份啊，封印在地下八楼。
那如果你在读这个笔记，你又打算想解开这个封印的话，你必须要注意，地下封印有雷云的一部分的力跟心两个，但是声音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跑去了哪里。而必须消灭雷灭蝶神所需要的，不只是雷云的力，心也是必须的。力就是雷云大人所持，如文字上所说，纯粹的力量。但是如果普通人获得这样强大的力量啊，就会获得过大的能量，会崩坏，而变成无法判断善恶的杀人鬼，然后去抢皮包。也就是说，恐怕也就回不到原本的人格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必须要有雷云大人的心，这是雷云大人了不起的勇气啊，拥有正气的心啊，才能去。就是说，这一瞬间啊，跟什么可以一瞬间消灭所有的诅咒？雷云大人的心啊，在地下八楼的挂轴里面，确实应该是在那里，就是了。有勇气的你呀，请啊，代替这个胆小的我来消灭蝶神，拯救这个家吧。这个书上所写的，该不会是这个写的？该不会是？哎，有人答案。所以还要找到生咯，我觉得生搞不好是影响到有没有真结局的。我好像没有说有几个结局啊。开放之域可以干嘛？开放什么？我好在意。毫无伤痕，漂亮的玉。没有钥匙，认输了。啊嘞，这个房子旁边有个奇怪的按钮，看什么？要画出北斗星星哦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台北跳棋王？门的里面非常的深，有不可思议的冷冷的黑暗之中的感，一种这个楼梯一直往下走，开单楼梯一直往下走的，呀的讨厌，往地下八楼吗？又一家，太好了啊！雷云就在眼前了，哎，你不要跟我说他现在变哦，哎，不是吧？我都快开好门了呢，怎么啦？又一家，哎。麦闹，伊库米酱，红豆泥，各位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吧？哎，给我一个爱的奇迹啊！我的爱的奇迹呢？唢呐怎么会？唢呐都无所有，骗人的吧？雷云大人马上就到了，为什么？亚克索托尼打都不打哟，约好喽，伊库米酱，呀！不要输给诅咒啊！不行，库米酱，あなたは一人殺しじゃないよ。你没有杀过，你没有杀死人，你现在杀的都不是人，千万别忘了。あなただけは最後までキノコが，你是最棒。哎，不会真的要宰了他吧？怂的。库米酱，哎，不要把爱的奇迹呢，哎，把他引到牢屋里吧。如为所说的，我是他最棒的好朋友。私はヤクソを守るわ，我要守护约定，这也是他所希望的。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要拯救双马尾啊！不要啊，为什么？
啊，进不了门，没有办法。我想说直接往下冲。真的吗？你压压看，你怎么会觉得压不会死？我不确定是不是单一结局啦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单一结局，我记得他没有特别说有分歧。好，我决定进去之后不要冲刺了。啊，走错了，抱歉。我这是几号存档？我记一下好了。14号 ，OK， 记一下14号存档。不知道喽。然后嘞？出来了，我要自己上锁吗？等一下，我出去了，然后嘞，所以我还要按按键关门，是不是？智障！哎，我门关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我门刚刚不是关了吗？他隔空万里杀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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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得马得马得！我刚刚把他关门了啊！哦，使用了南京锁。难打起嘎啦哒，难道诅咒力量这样门会被破坏的？伊库米加，不是烦恼的时候了。我知道。我没得选了，我没得选了，不是吧？可是我觉得开放之域是不是有什么？之前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塞洞的？女神那边可不可以再塞一个洞啊？库米酱，我知道的，让我来吧，你不需要脏了你的手。耶，哇，他心里亚拉塞的，让我来做吧，谢谢。哦，刚刚小维是说你杀的不是人，而是杀掉被诅咒的怪物，所以你不要在意。ゆいちゃんの親友としての最強の最高最高のわがままに啊，亲友的小维最后的任性，我非听不可，是吗？なんで。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ったの？我只是想跟小维再一次玩而已。伊库米酱，住手！果然我还是不想死。尤伊酱，呀呀呀呀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库米酱，听好了，玉美，就算我说住手，你也千万不要停下天花板的开关哦。那是诅咒的我所说的骗人的话，不是我的真心。
难道到底有没有可能是真心呢？能够能说他到底是真的是韦呢？该怎么办？韦是真正我的朋友，要杀了他的我。由于讲话，哇，他心里开了一点苦力打，是小韦给了我光，让我重新站起来。但我呢？我能不能成为他的光呢？结果什么都没有。ごめん、ごめんね。由于讲，ごめん、ごめんなさい，对不起。啊，我有这种刀，这种事情。啊，我把刀，哎，他把刀丢了。我。啊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第一个，把开关关掉；第二个，继续忍着。啊，哎，怎么办？第一个，关掉开关；第二个，忍耐着。要不要关？一关二不关。不能先存档，好吧，关下去。果然搞错了，我不能杀了他。伊库米，库米酱，尤伊酱，やっぱり私は無理だ。果然我做不到。我都得起得人打打，你回来啦！ごめんなさい，对不起。イクミちゃんは優しいだね，因为好温柔我啊。そんなことない，没这种事，我一点都不温柔。我啊，啊，哎呦，最喜欢你了。哎，毫不意外。所以我说那个奇迹呢？所以我说那个奇迹呢？所以我说那个奇迹呢？不用，先继续玩吧。我觉得啦，我先没有看啦，我只是觉得，我是觉得这边要救他的话，应该是要拿着那个开放的宝玉，应该会有什么用。我觉得开放宝玉感觉应该就有什么用。你以为是辛巴哟？刚刚有拿到个开放的宝玉啊，还没有用到啊。我觉得会不会冲回去塞在他那边啊？我说女神的那个地方，女神像，搞不好就可以拯救他。我觉得开放宝玉应该是有用的，可是不会要我要逃他逃到二楼吧？太远了吧？从地下八楼逃上二楼，真的假的啊？不会这么。鬼畜吧，吉高，这不是韦的性格，他不会这么快改变的，对吧，小韦？没有没有，我先把这个结局跑完，我先把这个结局跑完。
因为我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宝玉有没有用到嘛，如果等一下都没有用到，那就一定是来救他的。哦耶，小维汉堡牌做好喽，就做得起ました。哦，我打住，结束了。库米酱，莫一呀，我打死，不要跟我说话。我已经动不了了，怎么都不想做了。无力蒙奈也没办法，以他命，他拼上命要守护的朋友，用他自己杀。哎，那不过这样，等下搞不连蝶神都不打啦。他现在什么都没剩下了，朋友和亲人。这个年岁的孩，对这年岁的孩子来说，太残酷了。それでも、还是说，クミちゃん，呀，不对，イクミ，来，你非得再站起来不可。我知道，也许这很过分，但是你非站起来不可。至少，你现在该做的事不是哭啊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管诅咒的根源给消灭才对。So しないと，不然以后的住人们哪都会遇到这些怪物们。Yui 讲哇，呀，不，这房子的所有人都不期望这样吧。所以说，拜托你了，别哭。如果你哭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会很难过的。俺ね、してほしいことあったら何でも言ってくれていい。你想要我做什么就说吧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行。所以说，够了，谢谢你先带。我也知道这不是哭的时候了，我也 振作不可。啊，不然呢、啊？那些人们的诅咒都解不开呢。昆明，谢谢你鼓励我先带，虽然你鼓励的方式很烂就是了。好了，比起这个先带，你还记得刚刚的话吗？哎，好啦，你看，你说为了我什么都可以做啊，何にしてもらうかな？做什么好呢？对了，当我爸爸吧。哎呀，不，那个有点，现在自己说了什么都好，难道你要取消？哎，还真像你的发言呢，每次都被你吓到。啊，你是想填补伤痛吧？为什么呢？你当我的爸爸真的很开心哦。是吗？哈哈哈，果然很像爸爸呢。真痛苦呢，这种笑容。就。如果假设说这孩子真的解放了这个诅咒，他之后要靠什么活下去呢？而且，如果有父亲的话就，如果我能成为他的支柱的话，走吧，好，把蝶神赶出去吧。啊，好，不能进去看汉堡牌了。啊，我的汉堡牌，汉堡牌压得不彻底，再压一次，啊，不行，烂游戏。哦，我觉得快结束了呢。挂轴后面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力。哦，宝玉，先不要。哎，他说靠近这个会发疯嘛，对不对？是要先拿那个心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觉得先拿力，让我变成超人吧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以防万一，我来吧。
仙带。仙带没事吧？三代桑，这个，奇卡拉，素晴らしい，力量太美好了。哎，奇卡拉达，奇卡拉达，哎呀，三代桑，一代都是大家的呢，怎么了？お前に持せてやろうか。素晴らしいこの力。真的很棒的力量呢。欸，这不是我知道的仙代先生，怎么会？难道那个胡封印的不是雷云大人吗？还是说雷云不是拯救之神？仙代，冷静。哎，破关了！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收台了。哦，看来不是单一结局。好啦，我们休息一下下啊，中场休息2分钟啊，大家去上个洗手间什么的啊，我们等一下继续跑后面的结局哦。好的，让我们继续吧。那就先拿力吧。所以这开放之域难道真的是生吗？就先拿这里嘛。对啊，而且好像要读到那个东西才能拿。嗯，有个洞穴，走吧。啊，还要走啊？不是这场里面吗？这是有个心，保育它有反应了，真的，靠近它吧，靠近。
光速炮！我干没完，来哟！我的名是雷云，是为了这个悲怆家的幸福而努力的人。你就是雷云大人吗？哦，好帅呀，根本肌肉人呢！雷欧萨吗？私。おぬしは、この家によく遊ぶに来ていて、娘か。你呀、就是常来这个家玩的女孩吧？私を封印から聞かれたこと、レオ言うを。你解放了我、谢谢你。レオ様。今は、どういう状況だ？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啊，刚刚做了一个汉堡牌。おそらく、恐怕这个地方住的人物，大家都已经。そうか。やはり、果然。作为悲怆家的守护神，不过是个虚名过头了。Hitotsuki Kitai，问你件事：你为什么没有在悲怆家一族前显身过呢？然后只是被暗地里祝福他们，为什么？如果说你给他们一点奇迹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把神换成蝶神呢。Hitotsu，一个。Mugoshi hanashika kite hoshi。让你们听听以前的事吧。昔、この辺りには小さい村があった。这里还是个小村庄的时候，这边的村人啊，一直在烦恼着日照、地震、恶灵、奇怪的疾病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日夜烦恼着。大部分的人们啊，都舍弃了这条村，只有少数的人们试图啊，要与神结合，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村啊，他这个村后来叫什么？把自己叫做诅咒。对吧？反正就是说，反正就是很自娱于人呐，然后就变成叫做悲怆村了。悲怆村啊，剩下的村人们啊，就开心的接受苦难，然后一直相信的那些神总会看到他们的，村人们就不断的信神啊，就是斗恩村啊，然后村人们就继续努力着。神啊，请拯救我们吧！如果你真的不出手，至少在最后看着我们吧，让我们的死后能引导到极乐世界吧，至少希望您能做到这样，就算您不帮我们。村人们用自己的努力，相信总有一天获得回报。雷云这个神就是他们的支柱，也就是因为村人们强力的思念，我就诞生了。作为雷云，我就听了村人的话，所以我就没有行动，尽量让村人们的灾难由他们自身来解决。それが雷よ啊，这就是雷云的使命。我的任务呢，就是把村人们死去的魂魄带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我就能注意着他们啊，至少在人类看不到的地方，不让恶灵靠近他们。之后呢，村人们的灾厄也渐渐减少了，然后后来就再也不叫做悲怆村了。剩下的人们就从这个村子消失了。然后呢，村子啊的悲怆二字只留下了成为一个家族。那就是悲怆一族的起始吗？你干你某，是的，悲怆村啊，代代续续的努力获得了回报，而悲怆家也就在商业非常的成功。过了一阵子，人们再度集结回村里开始发展。那么他们的努力啊，就让他们拥有了很多的钱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一组他因为悲怆一族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，就是这样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后我就没有在不在家人们面前出现，而选择把他们的邪气跟不幸啊赶走。你没生气吗？难怒口都打，为了什么？你在背后支持的这个家，
可是他们家的人却选择了蝶神呢。啊，他们会选择眼睛可看到利益的神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了。话说回来，啊，这个房子内之所以会有那些怪异，是因为我不在的原因。倒不说是我没有尽到责任，所以说也可以等于是我杀了这个房子的人啊！哈，雷云大人，你好帅呀！你怎么这么懂事理呀？你超棒的。如果你要责怪他们，那当然我也有资格。我没有资格责怪他们，应该这样讲。怎么会这样？惹怒了蝶神，杀了大家的人是我啊！是我把蝶神的贡品给弄走了。おぬし、確かイクミという名前だったな。你确实叫做玉美吧？嗯。クミよ。おぬしは何かを間違えしている。似乎是误会了什么。え？所谓的蝶神啊。所谓的蝶神根本不是什么神，他是一个被悲伤恨恨集起来的恶灵。蝶神啊，恐怕早就在他刚来到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人都诅咒杀掉了吧。诶，至今为止蝶神之所以还老老实实没有杀掉他们，只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正当的理由。所以说，只是刚刚好你的无理而让蝶神找到一个好理由罢了。你说蝶神是恶灵？蝶神，他本来就是为了来到这边而杀了他们，可是为什么？而且，为什么还要特地先成为守护神，再绕这么大一圈呢？修行女王对于蝶神还不清楚的地方很多，我只知道啊，在常年守护下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强大邪恶力量的怪异。但是它存在在这边是不争的事实。好了，话说太长了，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边了。你们想对抗蝶神需要我的力量，对吧？真亏你们能到这里。伊库米奥，真是个又长又辛苦的路啊。雷欧三吗？这个房子除了你们以外的人类已经没有了。对不起，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。我们必须得让他们成佛。为了这一切，库米奥。私の共に調子で戦う説もできているか。你有跟我一起与蝶神作战的觉悟吗？嗨，有的。我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。私、調子が許せません。我绝不原谅蝶神。我绝对要帮朋友报仇。待て待て、等等，别忘了我这个仙代勇人呐、啊。仙代先生，很好很好，我喜欢。有意だろう。好吧，我就跟你们一起把这些不知礼貌的李两妹妹啊，随便啊，全部干爆吧。现在的我只有心啊，就是说还不够。我说过了，蝶神啊是负面能量的聚合体，我们要有正向力的弱点，特别是你所拥有那个纯粹的心是最大的精益，对他来说，你就拿走我的心吧。有心的话就能打倒他了吗？等等哦，玉美，让我来接受下心跟他作战吧。啊，这个任务给你太危险了，仙代，哎，你不要想剪尾刀去死。我要变身，不是你变身。好不容易有机会跟雷云合体，变成雷神美少女，你不要抢走啊！这个魔法美少女雷云大雷云奖是我的啊，马后舅舅雷又奖，你别跟我抢啊！啊，我来，啊，我想要变身，我要替雷报仇。可是，おぬしの気持ちわかる，我懂。可是玉美说的也没错，啊，玉美，她的那个就是，反正她看到了这些怪异们的那些行为，啊，
然而他的心中啊，却没有考虑到自己啊，为了这些人们做这些。简单来讲，都是安安先代有你假赛你太弱了，你滚啊！结果什么都做不到，这种悲伤啊，正好是个机会，让他解除心中这些累积的压力。然后玉美的心一定可以赢过他的啊！わかりました。ほらほらほら。抱歉啊，仙代夺走了你成为魔法少年仙代奖的机会，但是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手解开这个房间诅咒啊！我一直老让怪物在我眼前逃走啊！其实我是很想用自己来救他们的。私がみんなのために啊，我要为了大家发挥力量，就是现在了啊！君の気持ちは十分わかった，我懂了。でも一つ約束だ，但是我们先约好一件事哈，绝对不要输给那些假东西哈。マモルナ，买台里漫游，当然啦，绝对不会输的。マリダナ，好了，那么玉美啊，私が心の力受け取るか，接受下我的心之力吧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うん。哦，要变身了吗？よし、確かに受けたぞ。确实收下。那么拿下这个吧。嗯、これは这是啊，这是斩魔的神剑，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谢谢你，玉美啊，雷神就在三楼。如果那些怪物，就是说，我会处理那些恶灵的，放心吧。现在已经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，咋？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战斗吧，一起去吧。咋 ，Kumi， 这次轮到我们进攻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可是我没有特技啊，我的小刀呢？我身上发光嘞！哎，可是我没有拿到力啊！啊，我的力呢？还是这样就算拿到力了，好吧？他说算就算吧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我刚发现有一件事情，不好意思，好。因为我刚发现这一片骑士他的字好像有影响，等一下，我应该用 NTLEA 开，好像不应该用那个 APP Local。好强啊！最终章，哦，要单挑了。これは，这是心啊，这是新的力量。这种半吊子的诅咒是靠不进你的。さ、おそるな，别怕，挺起胸膛。おぬしは勇気を持っていた，可能你的勇气会让这个力量更强大的。不足就用勇气来补足吧，就这样子把这些诅咒净化。
然后消却这一些的，就是来让你自己解除你心中的郁闷。会不会要全部杀光才有真结局？反正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好了。被我打躺在地上了，喜憨儿。哎，汉堡牌。看无双时间。靠近这边。嗯。Hikari?ついてきて，跟过来吧。那该不会是优一讲吧？恶灵吗？耶，不是恶灵，他不大概吧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光是什么，但是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。いやな感じじゃないの，没有奇怪的感觉。总之，他在带领我们往上走吧，相信他吧。靠，这根本雷。雷击球吧，回去把两只宰了算了。然后把它叫宰了。哦，这样子雨根就不会迷路了。我你阿妈了，你是打得赢我？哎，好，哎，杀不掉小怪了，我可以、啊。哎呀，我把他们打，他们娘都不认得他们啊。怎么是粘在墙壁上啊？别逃啊！神本黑卡森，去神那边吧。嗯，这家伙是。哦，四个高手，哦，五个高手，行きましょう，走吧，而不会让你去神那边的。哦，这女人进步到十年一剑的一剑七杀了。这东西不会杀得死我吧？来呀、啊！不就好棒棒？哎，把今天那些骗吓我的王八蛋全部宰掉了。还有那个白色怪吼，白色怪来，白色怪来干，打不到白色怪，哦来了来了，白色怪来了，
干，这么强雷神怎么会打输给蝶神呢？光之家伙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不是很棒。哎，刚刚谁打我啊？刚刚谁打我啊？现在算总账时间到了啊。逃？你以为逃得到哪去？ごめんなさい、对不起。私にはここまでの道案内してなきゃなけれど，我只能带到这了。不，已经很够了，谢谢。イクミちゃん，啊，真的是。啊，如果不在这里阻止蝶神，他一定会跑到下一个家的。もう，请不要再产生像第二次像我们这样的牺牲者了。ごめんなさい，对不起。明明把没有关系的你给卷了进来，来到这里很后悔吧？还不会呢，倒不如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啊，我想还真是太好了呢。啊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一切就不会结束了。嗯，这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所以我要坚持到最后。啊哈哈，イクミちゃんらしいね，真像是玉美呢。嗯，总之就交给我吧，大丈夫，我会把那些啊假神干爆的。嗯，私イクミちゃんは信じる，我相信玉美的。啊，一定其他的灵魂也都相信玉美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其他灵魂，全被我砍爆了。生きて，活着哦。啊，对，等等。欸，私たちずっと友達だよね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吧。嗯哼，啊，当たり前じゃない，当然啦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嗯，也是。またね、イクミちゃん。嗯，またね。啊，ユイちゃん、マジ天使だ，真的成天使了。行きましょう，走吧。不能存档，我们让别人样可以去。不行，啊，只能上楼。好了 ，PK 啊！哎，欸，对他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楼上都不知道去哪的。这个里面就是蝶神了，缠着可怕的杀气。我绝对忘不掉，这就是蝶神的煞气。Kyotsukero Ikumi， 女神像被剧情跳过了。对，那家伙可是把人的命当虫呢。战斗是无可避免的，他会全力击退你。但是他的米很多，总之现在你有我的心之力，能打倒蝶神的几率是一半一半。讲话跟没用一样，你可以安慰我说高一点，可以说6-4吗？心灵的准备够了吧？抱歉，玉美，这种命悬一线的战斗，我却帮不上忙。仙代，大德兄，你在的对吧？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啊，接下来你不用在意了。嗯，イクミ、もう一度啊，セスニンダ，我再确认一次，必ず生きて帰ってこい。要活着回来哟，嗯，你真的好像爸爸呢。啊，我不是说你要代替爸爸吗？真的要代替爸爸吗？吉嘎五，不是的，我，啊，跟你在一起这个说长不长、说短的不喘的时间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多亏了你，我第一次觉得活了下来，真是太好了。だから君に絶対に生きてるもらいたんだよ。你绝对要活，大丈夫。
絶対に生きて帰るから、絶対会活着回来的。さてと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吧？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。上吧。先去四楼。其实我一直很在意四楼到底有什么，我从来没去过四楼。哦吼，最终决战了。你就是蝶神吗？哦呀哦呀，あなた竟然你卡达，你们是谁？这个房间那、可不是凡人进得来的哦。这家伙就是蝶神。囚禁よ、ミサコの体、你解放するのだ，快解放佐美子的身体吧。哦，就他老妈妈。哎呀哎呀，这位不就是雷云大人吗？哎呀，所以说为什么人能进来这块的原因啊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假装成神给他们加害他们呢？目的は到底を言えません。目的是不会说的，只不过刚刚你所说的，我要订正一下哦。私は神なりす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我可没有想要成为神哦。本物の神なのです。我就是神呢、我才不会说什么你是这个家的守护神呢。クミナ言う通りだ。玉美说的没错。啊，当你把这个家人全杀了的时候，你就失去守护神的资格了。私は神。その証拠は、ほら，让你们看看证据吧。人类的命就由我来自由终结。偶尔也可以复活呢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所谓的复活不就让他们转生成怪物吗？那种丑恶的姿态叫什么复活？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か？你还不懂吗？せっかく，难得啊，我给予了那些美丽的家伙了不起的力量呢。囚禁よ。啊，别说蠢话了，我明白，你的内心根本缺少了对人心情的碎片。你只会给人们痛苦，啊，不是吗？そうですよ，没错啊。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な。没错，我可没有想把人类导向幸福。人間はとてもなく弱い。そのために。人类啊，真是弱爆了，却还有莫名其妙的自尊啊！我啊，觉得人类那些有趣的反应超好笑的啦。我只是想把痛苦啊，看在那些脸上冒出的痛苦罢了。啊，假装是给人类幸福的神，然后再整他们一顿。その以上の理由はございませんか？都有，除了这些就没别的理由了。我干啊！真的为了这种蠢的理由。果然你不是普通的怨灵。残念だから、太可惜了。关于我的事情，我可不会再说了。总之，你们就好好去死吧。啊！啊，那让我们好好玩吧。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把雷云殿下封印起来真是可惜呢。あなたと私の，我一直很想分分看我们两个之间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。しかし，不过你在这边，这就是命运吧。刚刚的话是真的吗？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哼哼哼，許さないですね。不原谅你能做些什么呢？どうやら人間の力で私かなと本気で信じてもらうようですね。かわいそうに。真可怜。就好好让你轻松去吧。クミ、来るぞ。